不会汤不喝，他把碗给你摘下来。几碗？嗯，真的是。集齐十二个，召唤神龙。来、哎、上鱼，这是为了赠品才买的商品。哎、对，我还见过那个有人收集那个铝盒子的盒饭。我们小时候不是那个带饭的时候是那个铝盒嘛？嗯，铝饭盒是。现在北京有专门一家那个快餐是做那个铝饭盒那个盒饭的，就有人每天都吃，最后收集了100多个。哇，太酷了！这是什么书籍？接下来是胡之乡的大白雕，干大白雕，89块钱，您到手会收到5条啊，小规格的255克。这个是这儿的鱼吗？对，武汉的荆州鱼啊。是在东湖里长大的吗？刘老师，你不去啊？我们昨天晚上荆州我去过2次了。啊，我原来你去过十堰没？十堰我也去过啊，我还去过那个汽车厂呢。啊啊，对，我们昨天晚上在这，哎，昨天下午还吃了一个当地的那个鲳鱼。哦，是哦，武昌鱼吗？酱对，彩银长沙水幼食武昌鱼。对，是啊，他那个鱼做的就有点像那个啥，像鸭脖那个味儿的，有点。哎，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哎呀，今天我们讲的时候，那个他的两首诗其实都挺好的，一首是一首词。对，我们跟大家看一下配料啊，里面的配料呢比较简单，鲜活大白雕，食用盐、白砂糖、料酒，还有香辛料。没有了，大家回家烹饪的时候非常简单，蒸可以，炒可以，红烧、香煎都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就是这鱼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翘嘴白鱼啊？是白鱼吗？还是另外一种鱼啊？我们家乡没有大白雕这种说法的鱼，但是它是个淡水鱼，对不对？他说是叫洋甘鱼。洋甘鱼是它用。老师，你尝了吗？看一下评论，它是用盐腌了一下，应该是对不对？已经处理过了。啊，尝一下看，跟你嫂子那个鱼最好。我不过这种做法我们家乡也有，就是把鱼抓起来以后洗干净的，用盐腌一下以后，再在太阳底下晒一下。是，但是不给它晒干啊，半干。对，完了爆腌一下以后，太阳晒一下，半干以后再蒸着吃就特别香。嗯，没错，而且它这个经过腌制之后呢，回到家里您烹饪的时候，这东西没什么刺儿。不用，哎呀，你看这一块，直接吃就可以。我哪吃了这么多？碗，你别害我了，我们一人一半。那把这个给笑笑。对对对，谢谢。笑笑比较辛苦。谢谢。对，笑笑努力工作，我跟于老师吃会儿。好嘞。有朋友说这个刺怎么办，好挑不好挑啊？因为它是经过腌制过的，所以它那个刺呢相对来说跟肉比较容易分开啊，大家不用担心。那如果是小孩的话，爸爸妈妈也要操心一下。这个有鳕鱼啊，它比那个新鲜的好吃，就是因为你腌了以后那个鱼肉会变成蒜瓣形的那种啊。对，完了肉质会紧致，是会变得更香。这个盐分会把肉里头的氨基酸逼出来，没错，这就是什么盐腌的那个腊肉一般的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蒜瓣肉啊。你小时候吃鱼吗？很少很少。对，因为你们呢？我家乡没有那种大湖大河能捕鱼是吧？哎，你那个视频中，你们家乡那个小溪里面有螃蟹不？我好像看见你捞过螃蟹在里面。小螃蟹不是大的，是不是？对。没有大螃蟹，那我给你们拿点那个餐巾纸。这边有。陆老师，你说对了，那个翘嘴白就是翘嘴白啊，就翘嘴白是吧？你看，我作为这个长江水域长大的人，还是会有感觉的，是翘嘴白是吧？对对，然后咱今所以这是就是江鲜啊，就是江鲜，不是现在不是江鲜，它应该是个人工养殖的，现在长江十年禁捕啊。啊，明白。如果你能吃到野生翘嘴白的话，以后十年以后。长江开捕吃到野生长江翘嘴白，估计就得十几斤的大鱼了。哇，这个呢用的是我们的传统工艺啊，它本身呢这个洋甘鱼就是半干半湿的状态，并且呢不咸不淡，所以大家回到家之后烹饪起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就你小心点，它是有小刺儿的，有非常小的小刺儿。对，我们于老师温馨提醒大家，有小刺儿哈，吃的时候呢注意安全。那基本上都是大刺儿啊，小刺儿较少。就是很香很好吃，但是如果让孩子吃的话，提醒孩子有小刺儿，就是注意一点。没错，对，哎，它有两种价钱，就是单条鱼的重量不一样。没错，
如果单条是255克，五条就是89。如果单条350克，五条就109。建议他买大点的啊。是，这个在这个我们在当地饭店吃的是一条40克。对，如果在线下店里面吃过，当然它有场地费用，有人工的费用在其中哈。基本上单点的话，一条大概在40块钱左右。今天如果您按这规格平均下来，每一条呢大概是18.4块。没错，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合适的，一半还真是。拍了四单。哎呀，爱吃鱼啊！对，我现在一东西一拍几个地址各拍。这些鱼一定在说，凭什么让我这么便宜？配料表啊，于老师。对啊，配料表。配料表、哎、要我读吗？我来读一读、啊、我来读吧。配料表没事，我是习惯读配料表。鲜活大白鲷，食用盐、白砂糖、料酒、盐糖、料酒、香辛料调料。这是哪的语言？我自己编出来的。就是你现场发挥的语言。现场发挥的语言。然后的语言确实有细刺啊。嗯，它呢可以冷冻保存12个月，也是冷链给大家发货，坏的话会包赔啊，朋友们可以放心去入。这个他们咋做的呀？这个做法能给大家普及一下吗？哎，几种做法都可以啊，您可以香煎、这个、可以红烧、也可以清蒸。很香，这鱼关键是、哎、我是吃鱼出身的，我刚吃了真的很好吃。就于老师说那个蒜瓣肉很明显，腌制过之后它的味道还蛮入味的，所以如果还没有尝过大白鲷的朋友们，您可以试试看。大家慢慢拍啊，还有8万单、别着急。还有8万条鱼啊？对，他们是在哪儿养的鱼？一养养了8万条。40万条啊！40万条，8万单，对，8万单，40万条。嗯呐，一单还要到手40万条鱼，到手不商家这个。连谦儿的语言都变了，谦儿不说了，只剩8万单了。这个也挺好的，表明我们鱼家兴旺。嗯，哎呀，年年有余啊，是千湖之上。对，好，那我们准备过了啊，下一款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来自于湖北的好物，来自于荆州的鱼糕。鱼糕呢是荆州的特色，350克每袋，您到手会收到4袋。价格是，说你还有点舍不得让他拿下去，对，哎呀，要不然先放着，你们俩先吃着。哎，今天你们不上点过期饮料吗？难道？哎呀，有个道理，真是，但是我们卖不了，是因为我们不卖。我们又不是为了卖的。行，本来其实给大家找了个当地品牌，最后没上成。我们现在卖货是附加的，对啊，在全国人民面前吃吃饭聊聊天是第一位的。长江水啊，痛饮长江水。对，给我们来点长江水。好的，长江水马上接啊。要消过毒的那种啊。好嘞。45.9块，大家会收到4袋啊。这个鱼糕呢，它的配料比较简单，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鱼糕没？我没有。哎呀，贵，鱼不见鱼啊。它呢用的是淡水鱼，同时呢还有把鱼碾碎了再。对，再加入猪肉、鸡蛋、淀粉，哎，生姜和食用盐，所以整体来讲呢，非常干净的配料当中啊，也是吃鱼不见鱼，因为在荆州呢，这也算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在红白喜事当中会出现的大菜啊。味送人间绝美味，粉身碎骨也心甘。哎呀，不行啊，现场来吃啊，真是厉害了。长江水来了，长江水，潇潇要来点吗？长江水，我专心工作。好，你专心工作、啊，这个享受一下。长江水啊，所以如果大家平时做火锅的时候，您可以呢来一点儿，直接涮火锅啊，过滤的咋？清蒸也是可以的。哎，那同时呢，煮面的时候搭配那么美好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果然要跟长江亲近一点。对，光在长江边上还不行，还得把水喝了。也容易一起。是，那当中呢，它主要的配料呢是新鲜的鱼肉，鱼肉的占比大概占到80%以上，所以大家吃的时候那个鱼肉的鲜香啊，真的会扑鼻而来。两位吃完觉得如何？好吃，就是两种鱼的不同做法啊。这个是真正的鲜啊，对。这个适合小孩吃，因为他没有老人，老人小孩，没错，对，就蛋白你也补充了，你又不用担心鱼刺，是，而且它也可以这样，这个应该是煮还是蒸的？蒸的，你也可以把它涮火锅，是，对，嗯，对。
正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香火锅就有点像鱼丸的那个味道。哎，还真是啊，这是它整个切片清蒸之后的一个食材，还有感觉，清蒸20分钟就可以了。那可以煎炸着吃啊，就这么下煎一下了。是，没错。老人都可以吃，小孩、老人都是没有问题的。把这个鱼稿给他们发了，真是。哎，好嘞。看他们吃不吃。行。只有10000刀了。这个蘸料我先放这儿吧，要不然别给他们蘸料。哎、对，我怕有危险。给他们蘸料，他们就不离开了，太好吃了。嗯。要再来一块吗？好，我再来一块。宇辉要吗？不要，我要吃这个鱼。好，那我去跟大家分享了。宇辉对这个鱼情有独钟。哎呀，爱大。精彩吗？很震撼，就能看到他们腰身很柔软，但是动作却充满了力量感，对吗？再次给他们送上掌声，可以吗？好，希望旁边的演员们可以听到观众们对你们的热情，谢谢你们的演出。刚才屏幕上飘过的一句诗词叫做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人间三月落英缤纷。欢迎大家来湖北，来武汉。刚才呢我们看完了曲颂，接下来呢紧接着在第二个应接不暇，我们楚辞黄鹤楼，它是根据崔颢刚才提到所创作的七言律诗编曲然后希望大家在登高望远之时能够想到远方，想到故乡，因为首先崔颢他不是这里的人，但第二个呢又借黄鹤乘黄鹤之去这样美丽的神话，让大家知道这一片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许先人乘黄鹤去之后永远不再来，但是鹦鹉洲每年会再绿，所以
春天还会再来，白云仍然在头顶，所以千载之后仍然悠悠。所以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下一位演出的艺术家，谢谢。谢谢，我们先为刚才的两位演员再次奉上掌声好吗？好。对，今天晚上的演出呢，
每一个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动。刚才舞蹈让人看到了橘颂他所想展现的美感，当然也人看到了优雅，看到了力量。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也通过诗词去试图还原那个时代，还原人们在这里通过诗词想表达的情感。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三个节目啊，今晚节目安排了很多，这个节目叫做六口茶，它是恩施的一首著名民歌，然后呢表现的是当地青年男女啊之间追求爱情的故事，这是人最朴素也是最真实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六口茶，一口一问，然后一口一答。也许这个茶本身表现的就是他们之间想说未说，或者说了却未说尽的那些情感，只不过他们借茶之口说了出来。六口茶在当地其实有非常美好的寓意，亲切欢迎，然后友谊长存。那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掌声再热烈一些，我们欢迎演员出场好吗？
哎呀，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刚才的演员，好吗？好，今晚我们一共有几个节目？七个。一共七个，还有四个。但是要一口气演完的话呢，我们这个卖货一会儿可能得到半夜。我们这插播一会儿广告，可以吗？对，因为这都是当地的湖北企业准备了很多的当地特色农副产品，我们尽量快的推荐了，然后中间还会穿插着刚才的节目，好吧？如果现场的朋友或者镜头前的朋友大家困了就先休息啊，毕竟我们未来还有四天呢，熬不住呀啊！哎呀，行，那我们先开始卖火货啊。是我们的首要造物，那我就可以开始吃了是吧？小零食，因为我的任务就是吃啊，这肯定是。老师您快吃，对，应该是开了。好，你们讲我吃。开了。好，嗯。卧龙锅吧。是，您到手的价格是17.9元，然后到手呢一共是2袋。哎，我确认一下，一共是8袋。8袋不同的口味都有。对，他后面强调了，导演，我不知道能不能给特写，对，新米、新油、新料。嗯。因为米，当然这个大家知道，一个大部分一般做很多米的相关产品，它有时候可能不一定用新米，但它声称是新米，其实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新油，对，因为新油的话，它就没有那个油的滋辣味儿。是的。新的调料。还挺香的，回忆小时候的味道。对，然后配料整体比较干净了，大米、油、淀粉、辣椒、花椒、香辛料和盐。有的朋友说是五香麻辣两个口味。哎，是。有两个口味啊，分别是五香和麻辣。能吃的辣的同学呢，您就直接来选择我们的麻辣味儿；吃不了的话呢，就是五香。什么都喜欢，可以选组合装啊。这个呢是来自于卧龙锅巴哈，卧龙锅巴这个品牌呢，如果大家有吃过或者听说过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一波啊。于老师，您刚才说这是你小时候的味道？不，我说是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我小时候哪吃到了这么好的？但是我们小时候的锅巴更加沉睡，我们就是直接在铁锅上，铁锅自己喂锅巴。怎么喂？就是米饭剩下在锅里多弄一会儿。只有3万单了啊！你煮米饭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那个火候能把握得好的话，最底下那层就是特别香的锅巴。如果火候过去了，就变糊了。火候没过的话，那锅巴是软的，就没法吃。所以我小时候因为从小就生火做饭，所以我做小时候做那个铁锅里面的那一层锅巴是非常到位的做的。哎呀，李老师还有多少技能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会调味吗？不用调味，就直接吃。那个锅巴就存在饭碗里面，如果你吃的话就会特别香。羡慕呀。对，它就是米，因为现在你蒸米饭是用电饭煲，或者现在有的人是蒸屉上放个盆儿，是这样蒸。但于老师小时候那种估计就直接锅里头放米放水。对。然后中间的米是比较嫩的米饭，然后贴着锅边过底的那一层就干了，就粘在上面。然后最后等米弄出来之后再加点小火。就是尤其新米，所以它这个地方要强调新米锅巴，就是因为新米非常的香。我们小时候的米还没有各种各样的变异，所以呢它那个水也比较就是干净的河水嘛。再加上这个河水是要经过放电明矾什么的，就是让它沉淀净化。煮了以后那个饭反而是比较松软的。对，而底下的一层锅巴会是，这个没有，如果你煮好的话整个的饭就会充满锅巴的香味。没了吗？组合装没了，我们晚上给大家加一些。我在你们俩说话的时候，怒杀四灯，杂音太重。有人说，你给谁买？我们的杂音是来自哪儿？这个、网友好多网友说杂音太重，可能是因为我在吃的这咬的这个嘎巴。那你的嘎巴声音牛吗？为什么怒杀四灯？因为挺辣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破价品啊！我们每一袋到手呢是2.23元啊，就是整个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喜欢吃这个，要不要你送那个丈母娘去吃吃？哎呀，哎可以啊，咱除了这还有样品没？哎有，还有被充足了，被充足的给他们送个两袋就行吧，每人一两块就行。李老师和宇辉先生，送太多那么多人，你送多了也不行。一袋你先嫌疑重吧。那我先替你们去送了。好。咱也别抠搜，毕竟都是样品，都是上家的，有缺呀。对，紧缺。宇辉跟于老师送给大家的，分享一下啊。热干面，哎，有小朋友在，分享一下。哎，您记得热干面啊，这个如果是当地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谢谢。分享一下。武汉热干面，他们说。
这是有话筒把这个声音打开的，这个话筒好像没有，没事。嗯，哎呀，今晚是碳水啊。哦，刘老师控制着吃，刘老师不能吃太多碳水。我等会回到宾馆再跑到黄鹤楼，黄鹤楼再跑回去。咱俩沿着江边疯狂跑。对啊。嗯，热干面。哎，热干面。明天早上他们就要去过早。没错，我在来的路上就有人说，于老师你去了吃热干面啊？武汉的热干面真好吃，但热干面的那个热量，糖分是非常高的。对，它就是面外面有芝麻酱。嗯，是。咱这热干面是一个蔡林记当地的一个品牌，中华字号。蔡林记热干面是吧？对对，是的。获得了那么多的牌子，没错，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而且这个据说是有白芝麻酱和黑芝麻酱两种啊，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大家还是说有杂音，声音小，大家你们那边再看看怎么回事，是不是？好，是不是他们那边有话筒开着？李老师，用这个试试呢？用这个试试吗？哎呀，有啊，这个打开了吗？可以开，看一下。刚没开，现在开。喂，现在开了就变得这样了。哎呀，刘老师给现场所有人讲，现场演讲，谁都能听着了。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联播节目时间。现在是与辉同行加老于闲话时间。对，杂音可能是旁边的朋友们的声音吧。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规格啊，蔡林记的热干面675克，您到手呢会收到两盒34.8块。了解一座，这个叫包里煮出来的面是吧？是，这面还这么长啊？哎，那可不，这是刘老师，你快点吃吧，货快没了。不，你是货没了，你是馋吗？啊，要不我给你点？哎，不，你这，我也想吃，都给你准备了。你也想吃面是那么随便能吃到的，真是。刚才那个锅巴是不值钱，所以送给你们。嗯，他们那把这一碗给他们。好，对，他们这个面不知道咋分的，他怎么吃啊？这个面没法分。算了算了，你们慢慢吃，我们换个比。好，没了吗？这么快没了？是的。多少单啊？这会儿卖了10000多单。哎，量准备面10000多单已经出现了。马上让那个商家加一下。是。我们都知道，了解一座城市很好的方式，一个就是走进它的博物馆，去了解它的历史、过去；另一种方式就是走进它的菜市场，走进它的早餐店，了解它的生活，了解它的生活。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到这个热干面的老家武汉，朋友们先拍回去一单，先来尝一尝啊！这一口呢又热，然后呢面条的那个扎实，还有麻酱的香味都会融合在其中啊。对。这个樱花饼啊，提前给大家说，这樱花饼据说非常少。然后它还分成两种，一种是武大樱花，一种是东湖樱花，是吧？是的。哎呀，你看武大比较过分吧？武大把这个樱花做成了饼来卖。为什么后来女学生把樱花埋在树底下呢？像林黛玉那样，藏花是吧？黛玉葬花。二号链接锅巴给大家加好了，锅巴给大家加了15万单啊！哎呀，加了15万单，这商家这一个生意做完可以歇一个月了。锅巴加了15万单，是的，让他拿5万单过来送给现场，多挣点钱给员工发一个月奖金啊！哎呀。于老师也是千金散尽还不来啊，那接下来呢？面好吃，好吃这个辣，这个面的这个就是辣味儿，也是在它的调料里本身就具备的，是吧？具备的。对，没有额外的添加。就是说，吃这个热干面还要善于能吃一点点辣的人。是，对，因为热干面如果不辣的话就不好吃了。是，真的，一点都卖没，都没有了。然后拿这个，这个也很好吃啊，也是中华老字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中华老字号的杨子酱是个牌子，是。中华老字号，你是中华老字号？有，它有的是有的。热干面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樱花糕。对，是的。樱花糕是中华老字号，杨子酱的配料稍微有点丰富啊。杨子酱品牌是老字号，是的。我想樱花饼应该不至于老字号的。不至于老，它品牌是老字号。好，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规格，29.9。刘老师，你想尝一尝？我掰的。您到手呢？这是在谋害我。收6盒啊，6个装的，6盒。全是高糖放的。哎呀，给刘老师那杯子里加点水。对了，有有水哈。我呢，他刚吃锅巴辣着了。对，我前天嗓子还疼的，新冠刚好完了，前天到医院去查了阴了，我才敢过来的。对，过来以后呢，
于老师多喝热水啊。对，你给我上了这么辣一碗面，明显的是当老板生活质量是吧？低呀、啊。高、哦。小张可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你哈、嗯。好，这个，首先大家也可以有六个。是的，大家打开之后呢，您先打开之前可以看到，或者是五大樱花，或者是东湖樱花，它的城市地标非常精美的手绘设计哈。同时呢，我们打开之后，嗯，这个。它里面呢是六枚装、嗯、大家会看到非常漂亮的这种单独包装、嗯、非常的方便分享，同时呢也更加的卫生，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装呢，你也方便跟亲人好友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武汉的美丽的樱花味道。对，各位网友有杂音特别正常，武汉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地方、哎、我们正在调试啊，大家稍等，到了武汉什么都可能发生、哎、嗯，你看我第一次到武汉来是94年还是95年，嗯，我到了武汉以后吓了我一跳，嗯，那么那些老百姓是霸在汽车门外面的，嗯，因为汽车里坐不下，当时公共汽车还没有那么多，哇哦，那就挂在车门上，对，然后那个汽车开的时候完全不减速的，哎呀，这些老百姓老师今天说敢想敢拼嘛，对，所以武汉人是敢想敢拼的嘛，说上有九头鸟，下有虎背佬、嗯，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赞扬，是，这赞扬就是突破一切局限，打破一切规矩。对，对，南来北往的马道文化，要武汉也充满活力。要没有那种勇气和那一份果断，那20000亿的城市从哪儿来呀、啊？只有500单了。只有500单了，需要的朋友。这个配料有点复杂，看您自己啊。嗯。好吃，确实是好吃。是。我再吃一口行吧。可能是因为味道复杂，这个面真的好吃。嗯。尽管没有了、哎，吃了也不增加销量是吧？对，刘老师你自己吃的，嗯、你别晚上选他告你，讹我。你不是陪我说吗？从宾馆跑到长江边上，可以，再从长江边上跑回去，可以，好，嗯、咱俩跑。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下一款，来自于7年5季的全麦欧包啊。可以让他们尝尝这个饼挺好吃的。哎、好的好的，那这个我也给大家分享了。Yes， 欧包可以作为早餐啊。好，开袋计时。哎，你是有馅儿的，里头有馅儿。可以，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啊，祝你开心。谢谢。哎，我从那边给一个。来，这一盒多少袋买的？15袋，39.99，15袋，各从不同的品味，嗯，对，一共3种口味啊。他们也要吃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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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支持。对，刚那个黄色的是咸蛋黄肉松馅儿，嗯，白色的那个应该是还有杂粮的。好像各种的都有。对，这个绿的是不是绿豆做的呀？哎，有可能。一共就是于老师手中的这3种。啊。然后我们是不满意可以退，可以试吃7袋。可以试吃7袋，对，不满意可以退啊。啊。是的。吃完了还能退？就是您收到15袋，如果您试吃7袋不满意，可以。你都吃一半了还能退？啊、嗯、啊、嗯。对，对，哇，这全家退。满满的诚意啊！那这商家来自于商家的自信。对。对。来自于商家的自信。那我在想，是不是他卖大家各位网友记住了，对，如果你试到7袋不满意的时候可以退啊。是的，嗯、退完了再买15袋啊。然后再吃7袋。再吃7袋。老师，你是会做生意的，你这一年感情没化间，天天能吃饱啊。嗯，只不过就都是碳水，血糖有点问题。还有好多人要热干面的，问那个能加吗？商家正在操作。嗯。商家在操作，有很多，我看刷了好几百个要热干面的。大家可以稍等啊，我们正在。你们确定这个能试吃7袋吗？一共就15个。其实你跟商家说一下，大方一点，确认过。对对对。对，让商家再大方一点，4次14袋。对。对，最后寄回一袋退回去。哎呀，听你的建议，人生意都别做了。我跟你说，老板，一下全国知名了呀。于老师是会宠我们的。对，最后大家经过一天的努力，这厂子就是垂危了。没在蛋期了，15天，只有15天的保质期啊，是短保，还不能冻满，冻满了一天吃3个的，嗯，1袋15个，15天保质期啊，如果你一天吃一个，吃到第15天刚好，是，所以蒙一个人一天只吃一个，别买啊，吃不完，
但是如果大家商务都确认过能是吃鸡的，哎啊是是冷冻的话，真的是可以冻到30天。对网友们放心的期待啊。嗯。它里面的于老师推荐大家试吃七个吧。嗯，李老师会过日子。他有钱一定是有道理的。哎呀，原来是这样的操作，懂了懂了。你以为呢？都学到了，钱都是省出来的。嗯，你还得说这个面包还真挺好吃的。哎呀，你尝尝不同的味儿。哎，它里面的馅料还挺丰富的。对，今天整个一个就是碳水。嗯，对，拼命吃。很意外，湖北人这么多吃碳水。他们说湖北这是个碳水城啊。你别看湖北的面条不如那个西安多啊，但他吃面条吃的量大，明白？嗯，频率高，嗯，配点呗，配点喝呢，配点喝的，啥呀？乳酸菌，乳酸菌，挺好，挺好。嗯，乳酸菌。接下来是怡养的两款乳酸菌，这个品牌当地的朋友们快给我们推荐推荐。是您从小喝到大的，赶紧给我来一个，我刚好吃了那么多碳水，消化一下。赶紧来一个，那这个给他们吧。嗯，好，我们这个蔡林记，这个一箱乳酸菌是多少？3000单。蔡林记，你刚才吃的那个面，啊，面加了3000单。嗯，哎，赶紧抢，这加3000单，赶紧。3号链接，把那个你们倒到垃圾箱里的面给我拿出来。哎，我继续吃，我继续吃。于老师就是让大家心疼，他血糖有，他就非要吃。吃到之后不省人事啊！对，这个乳酸菌一盒多少瓶啊？一共到手两个口味，一共是44瓶。一盒24瓶是吧？一盒一箱24瓶的。一箱24瓶，可以试吃22瓶。哎，这个没有，老板，这个没有是吧？你商家要是哭了，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啊。我以为到了湖北都是试吃一半的。樱桃味的是24瓶，没错，一共44瓶，38.8块买到44瓶。对，樱桃味的，梅子味的是吗？嗯，好喝吗？这是梅子味的，是吧？这是梅子味的。嗯，好喝吗，哥？哎，我听懂了，听潇潇太不容易了，潇潇，赶紧慰问你一下，谢谢网友说你太不容易了，不能往下送。我很开心。然后我们这个乳酸菌它有个报关单，因为它是国外来的乳酸菌。嗯嗯。啊？为什么要？它可能里头用的奶，它原料是对，它是那个巴西进口的，嗯，对对对，新西兰进口的奶源，丹尼斯克进口的菌种。嗯，是。OK。嗯。报关单。嗯。有啊，有报关单，赶紧给个特写。好喝是吧？好喝，多喝点啊。嗯，真的挺好。给他们也分一些。好像孩子喝这个比较好。嗯，哎呀，嗯，这成年人，于老师，咱成年人也喜欢喝呀。嗯，成年人也喝。我儿子小时候就喝这个，完了我每次都跟他抢。是吧？对，我喝一半，他喝一半。那怪不得孩子后来不太回家，你不分析一下原因是啥？有一定的原因。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有线麦摘了呀，导演？这个是不是可以摘了就？后来我儿子凡是看到我想跟他分享的食物，他就把门关起来，自己的房间去吃了。嗯，对。那这个就摘了。有线麦可以摘吗？可以，可以摘是吧？就用这个了啊。OK。好。现在还有杂音吗？问一下观众。我们这个开了降噪。嗯，就是现在观众听到还有噪音吗？好像没人说了，没人说了。对，嗯，No news is good news. No news is good news. 对，没有消息就说明没出事。好消息啊！你刚才好了，刚才声音好。朋友说来，已经有人说声音正常了。有朋友说来点黄冈蜜卷，这是有吗？这个特产很多。我们现场出吧。对，可以。于老师，那我给你出高考题，那可哎呀，那也翻场呀！我就知道哪种题你一定错，我跟你说。那三道题长得几乎一模。于老师是不是得出 GRE 的题？黄冈蜜卷，我们高考的时候已经有了，我都做过黄冈的题，当时还不叫黄冈蜜卷。对，黄冈蜜卷应该是82、83年开始叫的，我们的时候就我高考的时候做模拟题就已经黄冈来袭了。可见武汉是一个特别卷的地方，就是湖北是一个特别卷的地方。对，就湖北整个的这个基础教育这个楚国就是卷出来的。哎，楚国是卷出来的。嗯，说明大家都太优秀了。嗯嗯，你都不能说平庸，你优秀都不行，你得卓越。嗯。这个正在卖的是
酸奶啊，对，益生菌。我们分两个包裹发货，分两个包裹发货，到时候两箱啊，不一样的口味。想要黄冈蜜卷，我你这儿要卖黄冈蜜卷，明天就被关掉了这个平台。好。这大家替我们着想啊！对啊 ，K12 卷现在是不允许的，所以大家就不要了。嗯，我们明天开始卖黄冈开卷。是这样，你要是买回去你自己做，你不为难孩子，那我就都在那卖一次。那你回去为难孩子，对吧？对，不行，算什么英雄好汉？你放过他，你自己来。打开以后1000道题，全是一加一等于多少？真的是，嗯，你不用说还有热干面没了，马上给大家安排预售。马上安排预售的啊！大家稍等一下。哎呀，如果今儿的鸡蛋啊，现在大家能听到现场的歌声啊，是个熟的吗？就知道，是熟的。这是真是熟的，这是生的，这个是熟的。旁边这个是熟，这个是熟的。蛋是生的吧？这个肯定是生的吧？筐里是生的，生的生的。这个有拿一个勺子让于老师别磕了吃了。有一道菜我不知道于老师吃过没，就是拿鸡蛋。煮出来之后，然后它捣碎，然后拿那个蒜弄成蒜末儿，再放点香油、盐拌那个，老好吃了。哇，还有这种菜，没吃过吗？炒青菜啊，是这个不是吧？我是去年啥时候吃过一次，觉得老好吃。这款蛋是来自当地的神丹，神丹也是一个湖北老字号。没错，神丹湖北老字号。对对，这款鸡蛋是神丹。然后你还有鸡蛋的另外一种吃法，是我小时候吃的。啊哈，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去上学之前啊，谢谢。就是有的时候天冷。啊，到了冬天啊，那家里那个寄生的鸡蛋也挺干净，是吧？然后把鸡蛋打到这个碗里面，嗯，就是搅碎了，热水冲，用烧开的开水。嗯、对对，我小时候也弄过，冲蛋花嘛，蛋花好喝。它不管放盐还是放糖都好喝。对对对，看来你小时候也不穷啊。家里有鸡，家里自己养的鸡。我来吃吃，嗯，我于老师找个勺子呗，好的，旁边有勺子。我发现啊，宇辉，我就是个吃货，耶，我好久没跟你卖货了，我他妈卖货开始感觉到好幸福。哎呀，其实他不需要我卖，那你常来、啊，我只要负责吃就行。那你常来、啊，以后你那个。你以后那个货盘卖货的时候有好吃的，你想着点。你说别的咱没有，吃的咱再没有，那就对出问题了，那就不对头了。卖菜的平台咋能没菜呢？嗯。大家不用担心我传染与会啊，我的新冠早就好了。耶、嗯，传染也挺好。平时趁机休几天。我新冠最严重的时候，与会闯到我的空间，嗯，完了来跟我谈工作。他说：“与会，你跟我出去。啊”我不出去。不去。有本事你给我也传染呀！对啊，谁怕谁呀、啊？你戴上口罩，把门打开。你不想工作？你以为我想工作呢？外面-5度，他让我把门打开跟他谈工作。啊，他自己穿着羽绒服跟我谈了3小时工作。啊、哦，完了我就想，哼，你肯定的病。结果现在快10天过去了，他没事。哇，这拼命三郎，嗯，两位拼命三郎。嗯，咱们是49.9，到手40枚，一颗1.2块。嗯，一颗一块二，尝一下。哎。大家到手呢是绿皮鸡蛋啊，绿壳鸡蛋40枚。这个辣椒是烧烤过的辣椒吗？还是直接生拌辣椒？这个挺好吃的。嗯，尝一下。我尝了，有点辣，但是哎，很好吃。我不知道这个是叫什么菜。这个里面没辣椒啊？有啊，那这个辣椒，辣椒，辣椒籽哇，好辣！爸爸爸，再给我一个益生菌。来，给你来个十。那个益生菌在20链接还有1万单个。小小的一点点、啊、那个辣椒，那你是没吃到，但是于老师你用勺子咬，哎、啊，是，对，这个不算啦。你看我在那个咱们俩在清迈的时候，我吃的那个清迈的那个朝鲜小辣椒，对对对对对对。哎呀，然后我第二天、那个、第二天舌头上出了一个泡，嗯，出了一个水泡被拉的啊。完了，我半小时没法吃饭被拉的，对，嗯，宇辉当场看到我。他就幸灾乐祸，哈哈大笑。反正我主要就忍不住。嗯，我也不是故意的。清迈的快乐时光。嗯。哥，咱这个鸡蛋是绿壳蛋啊，跟嗯，对，对对对，绿壳蛋呢很有特色，但整体不大，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找的这个蛋呢很新鲜。哎，嗯。我还以为是野鸡蛋呢，这个蛋怎么会是这个颜色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它就是品种，是它品种就是鸡的品种不一样是吧？你看这是不是很像野鸡蛋？是很像，野鸡蛋比这个更多再小一点，要小一点点，对，但也这种颜色。对，野鸡，
就是我们小时候割草割着割着就能捡几个野鸡蛋。哦，只有两千刀了。我们拿一个空碗，我给大家来打一个啊，因为它里面会不太一样。今天早上我你打鸡蛋的手法，哎呀，那咱们会做饭可熟练了，直接来。哎呀，不错，看来以后是个好姑娘。哎呀，人都有孩子了，于老师，孩子都七岁了。导演给个特写，导演给个特写啊，鸡蛋的特写。嗯。很新鲜，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蛋黄上面这层膜包裹非常紧致啊，新鲜鸡蛋是能提着蛋黄提出来的。就不提了吧，我来吧，就不提了。今天早上去逛了一下小东门的菜市场，当地还真的特别喜欢吃绿壳的鸡蛋，他们那个鸡蛋摊有一半都是绿色的，可能是风味不一样吧。哎，我们给你发现小时候吃那种小小粒的花生就更好吃。哎呀，你看，哎呀，还真的提出来，可以啊，新鲜鸡蛋的蛋黄是能提出来，只有一千刀了啊，朋友们。49.9到手40枚，49.9到手40枚，它不大，嗯，但当地人喜欢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哎呀，这筐鸡蛋于老师飞机带的。哎呀，它是怎么装的？就这么装的，怎么推运了？这是我们的自展啊！你们是故意放在这？我以为这个篮子就推运过去了。你要说带这个筐，那我妈就疯狂下单了啊！就为了这个筐，为这个筐了。哎呀，她回去以后，我妈也是一筐碎鸡蛋壳，什么也没有，就没有了，没了。买酸奶送玻璃。